各位已经到了最后一期了，我们一直说进度条请你善良，但是现在只剩下一点点了，我们也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最后在我们心动小屋里面每一个。凯哥，凯哥你干什么呢？我在这儿把我的这个原石串一下。他一个现在穿凯哥，这最后这么感动的瞬间，就最后这一下子，把你的心，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。你咋今天穿的跟个黄金圣斗士似的？最后一期了吗？要打败你啊！我觉得现在我跟凯哥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因为凯哥是拥有最多的，但是我一无所有。对，所以不害怕失去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故事整个的这个过程吗？开始你觉得你经历了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回到了最初心的那个状态。但是上一期最后一次约会，我们都以为有几对会翻盘，结果没有翻盘，我们翻车了，我们翻船了。